旗袍那种东西什么时候才会穿到、啊、你跟哲勋订婚的时候啊，你不要自作主张好不好？可心，不管未来发生什么困难，我都会努力去克服。你都没有突然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吗？你现在不去上班就是因为你突然间想做一件事情。你根本就不懂，反正我就是要去了。现在每周五晚间10点，巷弄里的那家书店。